我们 HOT 与 Beauty Life 的游戏媒体平台合作签约仪式即将正式开始。这种新创产业有没有一定要赶快打响名号吧，对不对？魏倩，而老板来开会，他就这样给我跑。全世界的事情再大也大不过弟弟妹妹的事。放了他！他爸妈走了之后，魏倩坚持靠自己扛起来，还好为了小宝小雨离开那边。没有人会心疼大哥。我们都很心疼哥。魏倩，我哥身体怎么样啊？ 开刀不打麻药，你帅啊！哎，你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总有一天，我会变得更强。我想保护你。生命中的人来来去去，身边还剩下那个不离不弃的，是幸运吧？